他在吸引小兵蝶不灭是吗？一击要锤我喽！你 A， 我不是跟你 A 嘛，来 A 嘛，那我还能 A 不过你？我刀没怎么补，没事，压他血量。假如这么忙，直接现在就二打三了，那等级还得了？保持身位，现在就别给他这个。变 W 了，毕竟敲一下还挺痛的，假装给他 W， 该 W 想 A 我，你看。他这个加速一下跑太快了，追不上。我想杀他的这不。但感觉必须得留一段 E 才有机会。那么现在他 TP 出来的话，我需要三套才能把他打残。升个五级吧，行。为啥想 A 我？我一直在保持身位，尽量别给他 A 到。那推行有点猛，我还真拦不住。啊，有凯旋的，伟大的翻身，仔细看好，变成武器的我，仔细看好。没啥，没意思。哎呀，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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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先推切，他 Q 我一下，移速太快了，你知道吧？拿他没办法。现在的链子、太难拉回来了，我觉得可能 EW 才有机会能中了。
然根本中不了。我随时能来的。你好像没闪吧？我不给你来一下啊！该死的潘森闪现顿悟。交个大，今天你是很难走了。为什么我不要兵线也要把他打他的血量呢？因为他没踢了，他一走我也能吃两个塔皮。这个时候如果对面上单，我是对面上单的话，去找尝试一下找果子，没走，没走那。我得叫人把他越了，他没大了。他死了，打不掉了。你看没有，打他血量是有用的。吃果子直接被逮住了。他不吃果子，我也会叫人把他越了的。这个线会玩肯定不会给他吃的，就吃个蛋还要吃线，蛋都没得给他吃。居然不回头躲，这就差多少钱？差100块啊！我再努力一点就有了。他好像不太会回头躲我的这个 Q 技能。我前面一直想这个尝试摸清他这个走位规律，失败了都。走位有点没规律，搞不清楚。给你杀呗，啊，那我还能怎么办？非要抓我？来个大，哎一下，他没蓝，他没大的，没大的。比较怕的就是 ADC 啊， ADC 不肥，这把等下随便打的。石头人他是比较克这个 AD 阵容啊，他我们这边全是 AP 伤害，他很难顶的打出来。我再出个黑切配合一下我们 ADC。
没事，他死了。三、二，我还不信一刀砍不死你啊！黑棋走出来打肉还是可以的，不该三段 QQ 闪，这三段中不了，他加速了。这波又就应该闪现直接追，不交三段 Q， 捏着这个 Q 技能，然后等刷新直接一个 Q 打死他就好了。那么我想 Q 闪中不了，把他踢打出来啊，这样他不会去抓我队友。坏了，已经去有娃。这没办法，应该队友那边应该要打不过了，感觉抓好自己的发育吧。野区有吗？有，但是来不及了。我来，对面真是太嚣张了，烈士都打到我们二塔来了，这还得了，败了他们。给你一刀。他好像守不住了，看着小龙团就好，但是 ADC 这波拿了两个头啊，他们 ADC 不肥，其他人很难顶住的，还是得看 ADC 啊，没办法， ADC 太重要了。打呗，我到了。
来了哥，来了哥，来了哥，他们也不可能先打嘛，升个十三级 ，CP 快一点。他们这个宝石有刀要打，先退一下，我扔到这了。来来来人卖一下呗。吃第一套，我吃第一套被秒，只要不吃第一套都好办。对面宝石一直想控我，他不拆。我推，可惜大龙没刷。都说随便打的啦。好的，那么没点订阅的兄弟可以点一下右上的订阅，给兄弟们抽个奶茶吧，只需要一毛钱可以卡一个超木的牌子，一毛钱可以上超木的贵宾席，然后一毛钱有机会获得一百奶茶。各位没上电视的兄弟可以一毛钱卡一个超木的牌子，上一下超木的贵宾席。各位对玩的都很好，下路前期也是有优势的，但我的加分怎么这么烂，我他妈赢一把加18分，输一把扣20分。